来的是群口相声《武训图》，表演者郭德纲、刘毅、曹云金，请欣赏。哎呀，朋友们，今天是我师叔郭德纲专场，大家来了呢，我也很高兴。我们今天啊，来这儿说这段相声，是群口相声。群口相声，他是在这儿演出呢，只有我一个人，他得在这儿演出呢。啊，在这儿演出呢。瞧您面熟啊，认识我？没请教您贵姓啊？你还是不认识？我呀，姓刘。怎么称呼？叫刘毅。哦。常听人说刘毅刘毅的就是您呐。嘿，是我。太好了太好了。哟，我一直就想认识您。嘿，没这个机会。好啊，太好了。嗯，了不起。嚯，可这相声圈一提刘毅，谁不知道？哎，谁知道啊。了不起。还了不起呢？有名有名。哎呦，您太捧我了。您是哪儿的人啊？嗨，我就是咱北京人。巧啊，是，我也是北京人。好，您住北京哪儿？我，嗯，前门大街。啊，巧啊，我也住前门大街。哎，那我怎么不认识您？您出去早，我回来晚，咱不得拜街坊。哦，对，您住前门大街什么胡同？我住前门大街小喇叭胡同。巧啊，我也住小喇叭胡同。那我怎么不认识您？您出去早，我回来晚，咱不得拜街坊。嗯，您住小喇叭胡同几号？我呀，住在七号。巧啊，我也住七号。都一个院了，我怎么不认识您？您出去早，我回来晚，咱不得拜街坊。您住什么屋？我住南房。巧，我爱住南房。啊，住一个屋怎么不认识你？您出去早，我回来晚，咱不得摆电话。啊，您睡什么床啊？我腰不好，心盘一火炕。啊，巧，我也睡在火炕上。不是，这都睡一个床了，我怎么都没见过你？您出去早，我回来晚，咱不得摆地方。啊？您铺什么盖什么呀？我铺一蓝褥子，盖一红被。巧，我也铺一蓝褥子，盖一红被。这都睡一被窝了，我怎么不认识你啊？您出去早，我回来晚，咱不得摆地方。好吗？您跟谁睡呀？我跟我媳妇睡呀。巧啊，我也跟你媳妇睡。站站站。您还鼓掌，见过这样人吗？太讨厌了，拿我找玩笑，抓哏，咱干嘛的？说相声，我呀，照发抓药，给他来一回怎么样？嘿，过来过来过来，过来呀！怎么？不错，我呀。忘问您，您贵姓？我姓曹。姓曹？哎，姓曹。叫什么名字？曹云金。您住哪儿？我呀，啊，我还没找着房子。没事，没找着房不行啊，你住烟囱里呀？你人家有房。我肯定有地儿住。有地儿住，住哪儿你得说呀。树上。住，要住树上的那小木屋跟你。那不行，你得有地，在地上住，有地板，有房顶子，有墙。啊，行。你住哪？我住药英胡同。哦，巧啊，我也住药英胡同。哦，你也住药英胡同啊？住住吧，住住。这不行，这你得问，你问问，我怎么不认识你呀、啊？你问我，问我，问问问。不是，刚才咱聊了半天了。咱不认识了吗？那不算，那不算，不算，打头来。啊，行行行，你得问我，我都不认识，你问。那我怎么不认识你呢？嗨，
您呢出去的早，我回来的晚，还不得拜街坊。哦，那您住耀英胡同几号啊？我住七号。怎么还问我这头啊？你不许问我。我问你，你问问问问，您住耀英胡同几号啊？半号。有半号的，原先是一号，下雨打雷，咔嚓，劈下去吧。那没听说过，那也是一号，那就一号吧。哎，您巧啊，我也住耀英胡同一号。哦，我怎么不认识你呢？您呐，出去的早，我回来的晚，咱不得拜街坊。哦，哎，您住什么房啊？我住北房靠南头，转腰子的房子，就这么住。哎，我也住北房靠南头。啊，你笨笨呢？我怎么不认识你呢？对对对，您呐，出去的早，我回来的晚，咱不得拜街坊。哦，哎，您睡什么床啊？我呀，睡铁架子床，上面盘着一面火炕。啊，我这么睡觉？我也睡一铁架子床，上面盘一火炕。问呢？我怎么不认识你呢？哎，您出去早，我回来的晚，咱不得拜街坊。哦，您铺的什么盖子？我铺一麻袋，带一凉席，枕一夜壶。嚯！我也铺一麻袋，盖一凉席，枕一夜壶。哎，这好，这好，你晚上吐痰方便。这别捣乱，你该问呢。啊，我怎么不认识你呢？嗨，您那出去早，我回来的晚，咱不得拜街坊。哦，这就大了。哎，您跟谁睡呀？傻小子，我是你姐夫，我跟你姐姐睡。站，笑话。那没办法，我都吃亏。有你这号人吗？开个玩笑。还玩笑？你就精着嘴。开个小玩笑。谁跟你逗了？别着急啊，能不急吗？相声演员四门功课，说学逗唱，这不有个逗吗？哟，我可没跟你逗。这，对，我错了，我不应该。哎，咱下回不逗了，咱别逗了。哎，不过我今天是特地来找您来的。找我？哎，干嘛呀？我这个人有一爱好。什么爱好？爱听相声。好啊，听相声就特爱听相声啊。对对对，那就上我们这儿来。我还爱听数来宝。数来宝，哎，来宝，哎，好，爱听数来宝啊。可是我们这后台呀、啊，怎么了？唱数来宝的就剩我了。我唱数来宝的。你呀、啊，我就会唱数来宝。太好了，今儿遇上高人了。是，行行行，那我单点您一段，我单点您一段，您给我唱一个。单点我给你唱一个啊。这个唱单点这个事儿吧，他这玩意儿有个规矩。这个哦哦哦，我明白了明白了啊，我给您上花篮。小点音啊，这不行。怎么呢？上花篮前台他们那儿分，到后台也分，后台也分，就到后台不分，我还得请大伙吃饭。这不行，这不行，我给您钱，直接给钱。直接背题给我，哎，行吗？一，我就喜欢你这样人。100块钱点您一段，没问题，行吗？咱说定。还要给你唱，您再来一段，来啊！不过咱可说好了啊！哎，您等会儿啊，咱先说好了，您唱这段，我要是可不给钱，这没问题，对不对？没事，花钱听会的，我有病，对不对？唱一段你就不会，嗯。您等会儿，还有点事儿，100块钱给俩50的行吗？这不也是100块钱吗？行行，明着啊。哎，对，我要没有俩50的，给点零的行吗？呵，你呀、啊，给10张10块的也是100块钱啊。行行行，哎。不是你没完了是吗？还在这干嘛？你给唱唱唱，有遗言都留着啊！说说唱唱，说都说出来，说我没话了，没话了，没话了，听着啊，这个。
接来，一接两下，好买卖。也有买也有卖，这个也有幌子和招牌，金招牌银招牌，里里乱拽不住你了还怎么了？这段我会，这进阶唱子你会的我还不能唱？那当然了，会的我凭什么花钱听会的？对，这个道理是对的。对，我给你换一个。换一个，换一个，换一个。听着，不会的。二月二，三月三，这个王禅老祖进鞋铺，还是进阶唱造饭的。这不是你这路话我听着就别扭。我会这个。你会，我给你换一个，我给你换一个不就完了吗？换一个，我听着啊。啊，再来，挺绝的。这个同仁堂啊，同仁堂开的本是老妖铺，叫一声，好比一个甩手自在马，叫我。你想着想。同仁堂前上礼拜李菁在这儿唱，我跟他这不一样。这个老李本姓孙，清高。你听咱这高音，您还高派呢，就您这调门。不，什么呀？这我会这要饭的同仁堂，什么呀？这是，就这还哟，干嘛？你说呢？啊？怎么了？起哄是吧？谁起哄？捣乱来了是不是？谁捣乱来了啊？我花钱不点你一段听吗？今儿我师叔专场，你跑这捣乱来是吗？谁捣乱？啊？我干嘛？有毛病是吧？啊？谁有毛病？找倒霉是不是？谁找倒霉？你变着过吗？你干嘛？啊？你干嘛？什么意思吧你？你要怎么着？你说你怎么？我花钱点你听，你不说你有你这么捣乱的？你没本事挣我没钱，你管我有本事没本事？我戴着眼了，我站这儿了就行。你还会别？管我有本事没本事？你怎么着呀你？你在这干嘛吧你？不行，咱来来。干嘛？干嘛？还要打人？没人管你了是吗？喂，我找警察怎么告你？警察？我找。管他给你收走！哎，告诉你，别着急，别着急！不，我告诉你，别着急，我找你们剧场经理。别着急，别着急！我呀，就不要您这钱了。对嘛，有事好好说。还要不要您这钱了？您这钱要扔吧你！您留着，留着，我留着干嘛？您得留到清明节，干嘛？之前。啊？干嘛呀？留着，花钱呢，打一个大铁箍。打铁箍干嘛？等清明节上坟的时候，给你们家那祖坟呢套上，省得让人骂裂喽。注意点啊！哎，走吧你，慢走。你这人说话可太客气了。慢走。难道就没有人管你吗？谁敢管我呀？这日子啊，这后台就没有人管你。你们后台负责人，后台负责人怎么了？我找你们后台负责人。啊？我找你们后台负责人说说去。找我们后台负责人说说。哎，我还告诉你。今儿我给你找，我们姐俩一块儿打你，你知道吗？我还敢打人？你们没王法了？你们师傅，师傅，我找你们负责人。师傅，太气人了！哎呀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哎，你别忙，怎么了？别闹，别闹，别闹！怎么了？有人啊，要跟咱这捣乱，是您专场啊？就那小子，干拉稀受风，屁味儿臭。那小子，他上这儿捣乱来，真的，多新鲜！哎，我说，这回甭等着，我叔来了，你知道吗？你别闹，我不闹。这个怎么？我们是爷俩，我告诉你，我有话我说，我说啊，我说，您听我说，你有完吗？你还啊？哎，您说怎么回事？嗯，我刚才上来，嗯，我说呀，嗯，我爱听鼠来宝。哦，不也？我花钱，我花钱点他一段，他告我，点我们就要钱。啊啊！我说给您上花篮。啊，上花篮啊啊！他告我不行。怎么了？上花篮前台得劈账。对，我们是有这规矩。后台也得分。啊，然后呢？就是不分还得请客。啊，然后呢？然后我就说，那行，嗯、我就直接给您钱。我给100块钱点进一段，你掏100块钱听他唱一段，对，啊，然后呢？我说了，嗯，可是这段我会，嗯，我可不给钱，哎，这是应该的，对不对？我会，我花钱，谁花钱听自己会的呀？就是，嗯，结果他唱了，嗯，唱三段我都会，哦，您都会，要饭的进阶趟子，嗯，最可气他说话，他让我做一箍，嗯，什么？
让我到清明街上把我们家祖坟套上，说别让人骂裂了。这都是他说的，这都是他说的，太可气了。你100块钱点的一段，对，他都会，我都会，你都会啊？哦，完事他还骂你啊？对，让你弄个铁锅回家修祖坟去。对，那你去了吗？我没有。这个演员呢、嗯、叫刘毅、哦、是后台一个年轻演员，他是孟凡贵老师的徒弟，知道吗？这个脾气不太好，不要紧的，我能说的、嗯、我能说的啊，要是怎么回事 啊，要是怎么回事，我们后台有办法，该处理处理，别着急。您是明白人，别着急别着急。哎，怎么回事，这么大个子惹祸啊，人家点你一段，你倒给他唱啊。我先唱，唱完之后呢？唱完之后他说他会，你再来一段啊。我也唱了啊，唱的那个2月23、3月3啊，王长老祖下高山，他告诉他会，他还会，他能接上来。你再来一段啊。我唱了啊，唱完我给唱段同仁堂，这好，唱完他会，那你再来一段啊。我不会了。平时我没少说你们，连你在何云伟、潘云霞、张云雷，岁数小啊，正是用功的时候，平时别净贪玩，你有那功夫多背会儿多好。背的，我说话你插什么话呀？啊，人家让你插，听让人家问住了吗？给人家唱了。他不光是你丢人，我也跟着难看，我心里都明白。人家大伙来看演出来了，把最好的艺术奉献给人家，今儿不您专场吗？我说话你也插嘴啊？啊，还有王法吗？啊，我管不了你了是吗？哎呀，不是，你要疯了你？你让我说你话，你还跟我瞪眼是吗？啊，你让我说你话了吗？我说话了你是吗？谁还让我演啊？哎呦，你还说呀？我来吧，你还要打我啊？凭什么这话都不练打我了？你练了吗？你了，我改了。你练了吗？你啊？我练了，我练了。这能练的你？我练了，我昨天练了，我。昨天你前天练了吗？昨天我今天。大前天练了吗？你？我不知道，我大大前天练了吗？你？我跟你们争，我起来，我站着，我站着，站着，不，这有我什么事啊？我呀、啊，我是以理服人的。是。你也别跟他置气，差不多了。不是你不知道，我这个心啊，我噔噔跳，你知道吗？啊，大刚才我真找不着这机，你知道吗？您别跟他置气，没少说他，孩子不懂事儿。这样，不能让您白来一趟啊，是吧？要是换个人给您唱，行不行？换个人给您唱，行，好不好？行。比如说，换我给您唱一段，行吗？太好了啊！太好了。要是您唱啊，可不给100块钱哦，1000块钱一段。我唱1000块钱一段，哎，他这给1000，听见了吗？听见了。你100，人家给你，跟我犟嘴？不是，我没有，我没跟人犟嘴。是长能耐的时候，哎，你上这边，打死你都不多。我
唱一段。对，您唱一段。您先来一段吧。这回啊，让你知道，我给人唱一段，1000块钱一段，知道吗？你这样拿是错的。啊，我知道这个。就说你站一段，来看站一段。你知道什么叫艺术？这就叫艺术，知道吗？小着来的，1000块钱一对。你听着没看？物超所值，10000块钱都不多。来啊，站。小子儿坐门墩儿，哭着喊着要媳妇儿，听我的，听我的，哭着喊着要媳妇儿干嘛？钱啊，歇会儿吧，行，不练。您这还不如他那个了。我这什么乱七八糟？我这是小子儿，我这是热身。开始先给一个幽默的小段，知道吗？热身，这是热身，你哎，这来一个，再给来一个，来个好的，来点啊，来点，来点，你没听过吗？来点，你不会的，再来一个。哎，我就会这一段，我。那你打我呀！新鲜的，咱们来一回啊，流行歌曲。孩子，这我脚也不漏。行了行了，你都穿成这样，你还唱流行歌曲呢？你自个儿信吗？是吧？哎，听着新鲜。后台这么些，谁不知道啊？啊，流行歌曲，你要说我唱，陶云金，哎，那唱得好，那不听他唱的，他。何云伟，你也得会啊！你唱流行，你长得跟古玩一样，你还会那玩意儿值钱？哎呀呀呀，行了行了，你还没发育好，你还要唱流行歌曲？我他发育什么样也就这样了，有事说事，别矫情，让人瞧笑话。啊，那就是你唱，非要唱，谁唱？我这一唱就新鲜了。你唱流行歌曲，流行的，你会几个？就眼下流行的多着着呢。你会几个？你别着急，你怎么了？你这孩子怎么这么大脾气呢？师傅啊，我还不了解他啊。我们哥俩多少年了？是。他会几个？他会几？他是。他合三段。他能会这么些个？又长了。咱打满算会仨。有吗？也未能到了啊。你净捧他，我告诉你吧。不是，小伟，小伟啊。金子说你仨，当然你要能会仨是更好啊，是更好啊。原先是仨，后来还有后小的呢，还有后小，还有后小嘞。谁这么不开眼教你唱？您会多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小看您了，我人眼看狗低了。哎呀哎呀，这什么话呀？这是他说你，你也不高。俩矬子还说别人要起内讧啊！这会仨，你跟这儿这哎呀哎呀，满打满算。您会的多吗？你们我一个都不会。你这仨我们都会，都会吗？行吗？行。师傅让他唱，我就能给他接上来。我能到在这儿什么歌？换换。你都知道啊？唱，快唱！你行不行？说好了啊！我闭脸就行。你要睁开呢？师傅，您放心，有我在了，咱就没有不会的流行歌曲。对，咱还能编呢。那个何云伟，那不叫能耐。小金子说了，你唱完了，我们就知道是什么。咱们唱的呢，都是原了蛋儿的。你没听懂这句？都是原了蛋儿的。什么叫原了蛋儿？没有那个现编的。啊，有原来原先就有原来蛋儿的。所以说这个还会唱流行歌曲，这谁听得懂啊？这能流行到哪儿去？来吧，咱们试试吧。甭说大话，我唱这个，甭说你们接下句啊，连名字都叫不上来。嚯，你这话太狂了！我听听他这流行歌曲，都是眼下流行的。听一听，听一听。你来，我先谢谢各位。好，没羞没臊的人，允许没唱过，别矫情，别矫情，要掌声，这就来了。哎，可以，亲的。
春季到来路漫长，大姑娘床下绣鸳鸯。忽然，你要再低点还好听。啊，这个个儿矮啊，调门也低啊。你这种，那你这个调门挺高的。他这个唱法接地气，你知道吗？我让你包贬我了吗？啊！你这歌忒老了点，这四季歌啊，流行歌曲。有这歌是你奶奶还没结婚呢，知道吗？怎么这么损呢？别听了，这已经结婚了。哎，就第一回结婚那回，第一回那回。这怨咱爷俩吗？这我们知道这歌，这歌叫什么？四季歌啊，四什么？怎么脑子还不行了？到底行不行啊？四季歌，四律歌，哎。什么嘴？四季歌、啊，散了，就是这个，嗯，散了，嗯，我换一首，周璇啊，周璇、啊，周迅的歌，哎，那不是一朝代的，嗯，您这不是朝代了，不是一朝代的，您这耳朵怎么拉稀了似的？哎呀，不知道这怎么听不清，您最好堵着点儿。来，那么你第三首歌是什么？第二首还没唱，第二首唱了吗？唱一个了啊，唱一个啊，会了啊，唱一个，好，咱们开始正式唱，我来一个压箱底的。有新鲜的啊，那个太老了，高一只高一只，来来来，你太老了那歌，我还寻思您不行呢，没想到 我带着军师呢，你看，嗯，听那个啊，嗯，十五的月亮，当，你起低了，是吗？你还能高？你再试试，我别高了，我别高了。我听见那尾音，好像家里有在宫里上班的。我是老伴的，你都呲了花了。这我可听出来，十五的月亮，真的对吗？他都唱出来了，头一句唱词十有十几的月亮，十五的月，十五的月亮。这个我都唱出来了，我唱出来，您倒都唱出来了，模样。还有，我要再唱一个，怎么样？你们连卖门都找不着。我们听歌，我们找卖门的干嘛呀？你这歌是献给中医的。你听这个，甭少寻思，听不卖，甭少寻思。来，开始，孩子，听这个，嗯。丢啊丢啊丢手绢，轻轻地放在小朋友的后边，大家不要告诉他，快点快点抓住他，快点快点。别打！你吓我一跳。还有二段呢，得了，二段也是我啊，臭不要脸，丢手绢啊，丢啊，你够丢的了，丢手绢，丢，这个不是什么正经歌，儿歌，我没日子说，哎，你倒像个儿童啊，都是自己弟兄，你不能这么说他，他反正唱这仨都听过，这不是你们没日子说了是怎么的？仨都会啊，哎、我们都会，是确实啊，都会啊，都会都听过，这是你们过生日。不是，今儿我这，他家的吗？这这有什么新鲜的？这你没有？这今儿咱师傅二十周年，我也不争着，我也不争着。什么二十周年？把我说死！今儿来一帮不会说话的我。啊，咱师傅二十周年，不是什么意思？你大，我这想展示一下流行歌曲，有完没完？急了，急了啊！不是，是不是一块出来的？不说一样的话呀？上脸了啊？不是上脸，关键事儿气人。我这唱两句，呵，你这你上这会三段，你们听说你们看见的？你们听说你们看见的？你们瞧得真真的，就您这丢人现世的仨代表作，你们都听过。一块出来的，你捧着点说呀！这不是想捧着他跟你过，这一唱一张嘴，那边会了，这会了，别这样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当着各位怎么了？急着白脸的，你们跟谁呀、啊？你们急着白脸的？谁急着白脸的？别提这还是外人呢，你嘴怎么这么碎呢？没不是我生气就在这儿呢。我说你别插我，你们能说是不是？你们说你们说，你别这样、啊，你们说你们他也没有歹意，我不说了，他就还急，我让你们，你看不乐意啊？让你们，我们没欺负人。这舞台你们来，你好字眼儿啊？还舞台这舞台你们来，窗台吧，行吗？我不来了，你别，我不来了。你看，我哪凉快点待着去？哎呦，什么词儿这叫？我哪凉快点待着去？你要干嘛？你要干嘛？我不来了，我走，我走，我走。不是你别，我卖白菜去。哎呀，卖白菜去。你等会儿，你干嘛？啊？干嘛？喂，谁？你们俩怎么了？你跟谁呀、啊？谁呀、啊？这样，咱
来了，你甭管，甭管，你听话，你不能这样闹。我笑笑他，我笑。哎呀，别闹，别闹。你跟谁呀？别闹，你要说相声的，别闹。不是，你要干嘛？贼。听懂人话吧？说你呢？回去，回去。你要干嘛？回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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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回去。我呀，我现在走。不是我、啊，你现在就我是走，打算走。我说你走是怎么说？我还是回去。走，你还回来吗？走还回来吗？不回来。劝不了他了。不回来。他不回来了。走走，行。走，走吧，走。他不要走吗？走吧，不行，怎么呢？走没关系，啊，把你马褂给我。哎，你干嘛要人马褂？干，师傅啊，那马褂我的，您看他穿合适吗？他穿跟大褂一样。这句话说的倒对，我给他买过一双马靴，他连裤子都省了。我给你问问啊，你别着急，有事说事，你别给我，你让人笑话你，你这有哪个团子跟底下，他们偷着乐呢。老板啊，您这马靴是高腰的吗？找了，你这马褂，这谁的？看着好吧，好不好我不管，是不是看着好啊？行，不错，一样是。不错啊，我穿着呢，你穿着的像话，谁的呀？啊，你跟洗一下，你管呢？严谨的不是？你管呢？严谨的不是？我不对吗？你看，不是，谁的孩子？谁的？你猜？我猜你什么？我都快没了磕膝盖了，这都。您看出不是我的吗？我早瞧出来了，还真不是我。哦，谁的呀？那行了。给我！哎，行，我说啊，行，甭给我，你要怎么回事？马褂不假是他的啊，是，但是不能给他。你这是人话吗？不是，我穿的这马褂，不客气说，与他有好处。哦，想不到你给我立下了。哦，你给钱了？没给钱，那有什么好处？比给钱还有好处。那我没听明白，好处大极了。你说一说，因为什么呢？我这马褂不是在他手里借的，在手里谁手里借的也是人家东西啊。我打他媳妇手里借的。哦，我们这关系您哼明白了吗？我不明白，怎么回事？我明白了，怎么脸都绿了？这有事你说清楚。除了大伙儿，你别给人栽赃陷害的。哎，怎么回事？把这事儿挑明白了。说说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啊，他媳妇儿跟我是同学，啊，发小，哎，关系不错。那跟马褂有什么关系？去年春节呀、啊，我打算走亲戚。嗯，我看他们都穿那个唐装，对，什么德云华服制作，咱们家出的，那样式多好啊。是，就是有点贵。你早说，就是有点贵。先借给你。我那意思呢，打算借一个。嗯。就想着穿这个马褂，过去不叫礼服吗？对对对，我想这玩意儿谁有啊？谁还预备这个呀？突然间，我灵机这么一动，嗯，想起他们家曹云金，哎，他祖父就有这么一个马褂。哦，这马褂不客气说是他祖父，没想到啊，我想起这事儿来了。哦，是是，我赶紧去吧。哦，到那儿啪啪一打门，可巧曹云金在家呢，没在家。刚才可巧啊，他媳妇在家呢。我怎么听着这么别扭呢？不是你老同学，你让他说，你让他说，老同学吗？啊，安晨，我说大金姐，大金姐在家吗？大金姐，你听听，他媳妇看着我高兴，啊，乐了，臭缺德的，啊，老子上我们这儿玩来了吧？这孩子，啊，你媳妇真好客，我告诉你，我这说的就没有这样的。他媳妇喜庆，喜乐吧，跟我说，
找他干嘛呀？啊，找他干嘛呀？哎呀，不是，我媳妇是那样吗？你这个可以。哎呀，哎呀，性格泼了，我挠你来是吗？他性格泼了，那卡口的行啊，灯泡了，他那个性格泼了。哦，哎呀呵，跟我说了，嗨，你有什么事你说吧。嗯，我这不是吗？打算借这个他那个祖父那个马罐车，借我祖父，都死好些年了，那还用跟他张嘴吗？嗯，冲我来呀！是啊，有的是啊，我给你挑一可事的，呵，给我挑一可事的。他骗你了，你看这玩意儿可吃吗？我一穿着还真行，好眼力。这么着，我借出来了，啊，穿吧。我这刚要走，一把把我拽住，别走。还有话说，还有话，别走。你老跟那个大金金在一块儿吧？嗯，可不是吗？我们同事啊，这个人说话招三不招两啊，云山雾罩，净跟人吹牛。嗯，一来呢就让人问住，他问住了。拿我们娘们仨法子，什么词儿啊？这都是，就是跟我们矫情。哎呀，这个你呢，外界朋友也多，嗯啊，他有个为难的时候呢，你给他圆圈着说，哦，栽不了跟头。这么回事？哎，我替他说话，明白了。穿这个马褂是不是与他有好处？有这么一个好处，我跟他说去，金子，我问明白了。他上家借马褂，你媳妇儿托付人家说你在外边说话云山雾罩，招三不招两，有时让人问住了，回家来跟家里人怄气，拜托他在外边有个事儿啊，替你圆全着说。所以说穿你这马褂有这么一个好处。师傅，他那是胡说八道啊！我多在说话招三不招两，云山雾罩，我那是水平太高，是是是，素质太高啊！哎，这就露馅了，这个。啊，我说出那个话是素质啊，我不吃素的。哎呀，这个我这个水平太高，我说的话别人不懂啊。是是是，我能耐大呀。看出来了，看出来了啊。行，他说我胡说八道，就这点事儿，这点事儿啊。我跟他说，好好的，你别动手啊。我不动，哎，我的话打死他。留着这大小是个性。不。别走不走，待会儿也行。老没模样，请比你强。我告诉你，穿马褂在一点啊，在一点。别磨，手怪脏的，这浮土的。OK， 我这扣进。谢谢。我告诉你啊，好好说。行。那个马褂多能还我？明年春节吧。明年春节。你活着到明年春节了，你死了我还活着呢。不行啊，明儿给我，明天八月去，明天八月八月十五你送我，明天八月什么八月十五啊？什么时候？明天，明天，晚点送我，明天夜里四点给你送。我夜里四点不睡觉，我等你送马褂。晚点，我脑子有病是怎么着？不是晚点，你甭晚点，上午十点。还早起，这么着吧，中午十二点，中午十二点我准去，也没用去。我告诉你，我再让你一步啊，十点半，没事，十一点半，十一点半我早点起，不长，不长，十点半，没事，十一点一刻，十一点一刻我早点起，是吗？我再让你一步，十一点，别十一点，十一点五分，十一点五分不行，你二分。我三分，十一点三分，我不行，三分，二分零。行，不值当的啊，好一两分钟点儿在这掺和呢啊。行，那我再听会儿。那行，我听你们聊吧。我待会儿也行。这不就没事儿了？这就完了吗？你早就应该大长的夜，我这大长的，你净这话了。不是这么长的夜，我待会儿待会儿。哎，好好，老地儿走。你别着急，有事好好的说。这还看不惯他。行，不叫事儿。师傅，哎。我没有说话招三不招两啊，是各位都认识我。嗯，谁不知道我曹云金呢？都认识你，对不对？青年相声演员，啊，青年才俊，这句没听说过。傲骨英风啊，不就是你昨天的吗？人见人爱，大众情人啊，什么意思？什么概念？美男子，啊，说出话来自然是一般人听不懂，水平不够。我跟您说，我从来没有过云山雾罩的时候。没有过。他穿这马褂了吗？
咱们就说多了，我们家像这样的马褂有10000多件。你这么年轻预备这干嘛？摆着看。和这个品味很高尚啊。就看着玩儿。嗯，快乐吧。家里边有的是钱。嗯，我们家房子没有小房子。是我们家住四合院。哦，四合院。那当然，我不趁钱您能收我吗？嘿呀，你也没给我花过钱。我是过得仔细啊。哦，我们家四合院。嗯，我们那院您去过吗？没去过。四合院讲究几进几进的院子，多一进是多一套院，对吗？你们这是？我们家那院700多进，占地960万平方公里。哦，这个我们都是你们院里的人呢。好几百趟高速公路啊。好，这就来了。有钱。嗯，吃的是山珍海味，穿的是绫罗绸缎。那是我们家。跟您说，喝水，什么自来水，嗯，没有。哦，不喝。谁喝呢？碱性太大。哦，是是是。桶装水没有。那就不错了。从来那矿泉水那小瓶的那个。哦，那可以。那个钢师傅矿泉水我从来没有。哎，这我可没干那个买卖啊。喝那水不排油吗？我记得后来不排油不让卖了。有事儿说事儿啊，有那个比我厉害多，做10个8个了，你说他吗？您说这是谁呀？就是这是谁吧？你问问你师爷，这东西都哪儿去了？嗯，哎呀，这把我也牵连进来了。我们家有钱，啊，站着房躺地，还能接着说，不喝那水。那您喝什么水呢？井拔凉。谁听得懂啊？井拔凉水。井拔凉水。哎，嗯，喝那个地下自来的啊。地下水啊，这干净好水啊。是是是，在我们家院里边。哦，哎，喝。但是我们看这个四合院就不如楼房防风效果好。哦，那是。您看到这到了冬天，嗯，到了冬天我们住院里边必须得自己烧那个土暖气。哦，那是，他没有那管道啊。对对，自个儿烧那土暖气。嗯，不过屋里是挺暖和。嗯，院里冷，院里边凉，院里边冷啊。哦，尤其是到了咱们这个北京，这个风大呀。嗯，到了冬天，那是北方都这样，风高啊。嗯，那风，你过来，继续，又来了，还有口技这里边啊，剪签的刮风，哎，猪八戒来了，这跟屋里边睡觉它吵。啊，哎呀，这不是头两天吗？啊，头两天刮了大风。这风是个大呀，我说不上来多少级了，就房子就是没倒啊。我说万幸，级数太大了。嗯，大到什么程度啊？您说说。来了这么一阵大风，把我们家喝水那口井怎么样给刮到墙外边去。风可是风太大。你等会儿吧。这个听着不像人话。你等我等我早上起来。我可别早上起来。行了行了行了。哎呀，好像，哎，这个你等会儿。你等我问你一句话。风风大，呜，刮风，刮大风了，大院里这口井，刮到墙那边去，一下给刮墙外边去了。你最近你测体温了吗？你这叫胡沁，你知道吗？你这玩意儿怎么能胡沁？这个事儿我不信。这事儿他有人知道，谁会知道呢？他知道。这个知道，不是你问去呀？你瞧，这题目就来了，你看看，小伟，来。来来来，穿着还挺合适。是，可是呢，挺好看，是吧？色儿也好。我不着急。嗯，来，你们再聊会儿。这最近天儿可不好啊，闹天。说了进去留神啊，别开着。有一家这大风一刮，嗯，好家伙，风太大了，把院的那口井愣给刮到墙外边去了。你说这事儿闹的。您说什么？风把井刮到墙外边了。没睡醒呢，哈哈哈，宝贝儿。哎。没睡醒呢，宝贝儿，出这么一句来，听着新鲜这话，这事儿可能吗？不可能，胡说八道吧，没有的事，你相信吗？不相信，你看他不相信。来，哎，来，哎，等等，等等，来吧，停停，住，进进，停，谁是你进进？停，停停停，我告诉你，不是你怎么回事？我说好了，说好了，什么说好？说好了明天吗？井刮到墙外边这事儿，我说的，你先等会儿吧，这个。
井，嗯，让风刮到墙外边，这事儿是没有？有啊，有啊，啊，这个事情有啊，我亲眼得见了，他还瞧见了，怎么样？哦，您给说说吧，就是，对，就是，是吧？就是，你给说，你给说说吧，是吧？对对对，嗯，行，来，我把这扣给你弄好，嗯，谢谢，不客气啊。嗯，那怎么回事？你们聊吧。我们聊什么聊啊？我们先听你说了。什么呀？这风大把井刮到墙外头去。对呀，啊，有这么回事啊？这高科技了啊！对，就有这么回事啊！你给解释一下。千真万确，我亲眼得见呢。那说说吧，是不是啊？嗯，亲眼得见呢。怎么刮的呢？哎呀，您这人怎么着？刨根问底儿，还怎么刮的啊？世界之大，无奇不有啊，对吗？这个新鲜的事多了啊！像大哥问着这个新鲜的事，你甭扫听，啊，打的心里也是病，哎，是不是啊？啊，齐了，完了，那还等多哪儿那么多话昨了把我打发了，甭打听，凭什么呀？非得问你亲眼得见，哦，你说说我明白明白。我亲眼得见，你说说啊，这是他们家的事情，嗯，对吗？嗯，他们家可不住的是楼房，嗯，刚说了四合院小平房，哎，别介，不是小平房啊，四合院七百来进，960多公里啊，咱们一院儿吗？你别给他惹事，小点说这事儿吗？呵，那个。那打扫得非常干净，那是我是喜欢这院子，嗯啊，打扫得非常的干净。我在那儿住过呀。对，你现在也没搬出去。我在那儿住过。他们都在那儿住。这我眼睁睁看见的吗？您解释一下。呵，那天那风真不小。您说真不小，因为他这有人有一屁。哎，这个人有一屁。你把什么话呀？这叫洁癖呀。哦，吓我一跳。洁癖。得了，您接着说吧。矿泉水不喝，嗯，就爱喝井巴凉。他刚说完，对不对？井不凉吗？千真万确吧？有，明白了吗？完了，就这么简单。你要敢说完了，我就抽你。哪儿弄一井不凉就打发了？我这是跟您开个玩笑。不要玩笑，哎，怎么回事呢？解释一下。他那个井，嗯，井，那天风大，那天风大吗？那风不大能刮成那样吗？得七八级吧。他说得大，得比七八级可大，得我亲眼得见嘛。那个风啊，你这里边带哨，他那没有是吗？他就是呜呜，你这呜不一样。一开始是呜，后来呢？后来就起了嘎掉了。哦，这里还四拉弦的呢。不是，他那风啊，风都这样了。那风啊，够风的。这风就起来了，嗯，太大了，这风是是是，没见过，没见过，看着都瘆得慌，对吧？瘆得慌。你看那树，哎呀，刮了吗？刮了，刮了。你看那个柴火垛，可惜老四合院里堆柴火，刮的太大了。这是是是，是不是？是那树叶刮的是呜的起来了。我问你这个了，不是？你想那树叶能起来，那井能不起来吗？哦，树叶在地上落着，井也在地上落着呢。对，这太大了，呜的井，嗯，这井，这出来了，出来了，井出来了。哦，这我弄我。哦，那有什么新的？你办漂亮，你自个儿信吗？不信，胡说！不是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他呀，风大是一方面，嗯，最主要的不是风的事儿，那是井。这说了井的事儿，井出不来啊？这小井啊，这小井也出不来啊？您哪这么大井啊？不是这么大小井，地里搁一桶，不是这么大，这小井。有水没水啊？少。哎，你问的这少，水少啊，水多它压得住，水少压不住这井。你玩去吧啊，你自个儿信吧，这话说的水多水少也不像人话。是啊，他眼睁就刮出去了。你睁眼看看怎么刮出去的？我亲眼得见的。你说说吧，这不是井。哦，又不是井的事儿，墙的事儿。这我实在听不懂，咱们用国语教他们。墙的事儿，墙的事儿，它不是砖墙。什么墙？不是砖墙，也不是土墙，啊，土坯墙不是。什么墙？啊，想起来了，想起来了，啊，你吓我一跳。来，想起篱笆墙。我这刚哪到脑边，我去看看，我亲眼的篱笆墙啊。篱笆墙啊，电视剧看过吗？什么？篱笆女人和狗。篱笆女人和你。那电视剧有啊。里外你都是女人。
老片子了，嗯，是不是老片子？我得想一想。您想想，您想那墙，那个篱笆墙是什么样子的？您脑子里头有没有那篱笆墙的概念？没有。怎么会没？我给您分析呀。哎呀，四合院还有篱笆墙，您知道这日子过得多苦啊？知道玉米街吗？玉米街什么东西？玉米街在鬼街哪边？不是，玉米，玉米棒，玉米棒子掰下来，那个干，知道吗？哎呦我的天，还干那个干玉米那杆儿呗？对，玉米杆儿，好字眼儿啊，就是那个。哎呀，吓我一跳，我以为动词呢。那玉米杆，那玩意儿你棒子掰下来，那个它没用啊，掐去两头，当间那留住了，栽篱笆墙。你得打石叉去啊？非得打石叉。哦，非得打石叉。为什么？因为它固定啊，起到牢固的作用啊。你这名词，你看看，哎，铁签跑好了，好馅儿好。你看你，好，哎对，这判过作业，这他得都不对，交叉。交叉啊！哎呀，那就感染了。把那土都埋好了。我的天哪！上人得踩瓷实。那你踩瓷实不了。不是，上人踩专有工人呢。脚小他呢。他踩瓷实以后，挑秧歌呢。拿那铁丝绑好了。会打铁丝到牢固的作用。嗯。牢固的作用，明白吗？结实了吗？结实了。哎呀，别一惊一乍的。完了。哪儿捆点玉米街就完了？你不是明白篱笆墙明白了吧？篱笆墙，篱笆墙是明白了啊啊！后边还有，哦，还有二碗呢。多谢，这井怎么刮的？那第二集您说说吧。风大呀，篱笆墙，各位不结实。为什么现在提倡这个砖墙？谁提倡？没听说过四合院的搁篱笆墙，我的个天哪！这为什么提倡这个？因为这篱笆墙不结实。卖跨院买点砖多好。差不多一年一换，为什么天长日久？尤其是下雨，那赶上阴天，连阴天老下雨，这雨水它干不了，它那酸土啊，不踩结实了吗？它存水呀，篱笆墙是什么的？植物做了棒子吗？这棒子呀，墙是植物，水，水跟这棒子这一沤，这一粥，不是粥，水跟棒子一沤不是粥吗？不是，这篱笆墙一沤，它里边那个这就糟球了。您明白？它里边那个糟球，糟球了啊，糟球了啊！那您怎么着？它也糟球了。那天赶上了春天，风太大了，吸不及。哎，不对，刚开始啊，泡影啊，就开始这个。后来是啊、一开始呜呜啊，刮出一狗去呢，听着吧，还呜，小妖精啊，太大，哎，呜呜呜呜呜，抽两下，这怎么回事？坏了，不是你干嘛呢？我问清楚了，你都想什么呢？您不明白这怎么着？我明白什么？我都想报警了。您不明白吗？我明白什么？风太大了，抽冷子，这一下麻烦了。是谁吃亏了呢？篱笆墙完了。谁站墙那儿了？你怎么听不明白？我听明白吃亏了。风这一刮，一欧，这篱笆墙，我说它底下糟球了，糟球了，底下糟球了，它经不住这风啊，它这个欧，土坏了。怎么？这篱笆墙刮了一个圈。往里凹了，他这往里这一凹呢，这井就让出去了。嘿，哎呀，这奥运你准能得金牌，我告诉你。哎呀，好，哎，行吗？幸福，幸福，幸福，行吗？我不累，幸福，幸福。得亏有你，是不是？说的还是真好，不错。我没你，完了。对，让他给问住了，谢谢。哎，但是就是你这动作不雅。关键什么？他得形象，嗯，形象。篱笆墙得形象，知道吗？另外，你别比划了，一会儿警察来了。咱们聊点正事儿，聊正事儿。我这个穿多日子吧，我是穿上别扭一你穿啊，你穿，这还多日子就是在你呀、啊。想穿一个月，完了，一个半月，行，哎，仨月给你穿仨月，三个半月。你这人得寸进尺，没没没，就三月，就三月，多一天我就不穿。三月，耶，走。行，我们再聊。行。少了。其实我挺爱跟他说话的。你也就是我长知识。聊会儿，聊会儿，聊会儿。
师傅，哎，怎么样？这我哥给您解释清楚了吧？我听明白了，都是你安排好了的。说明白了吧？就明白了，明白。他是一个墙，哎，是凹进来一块，他有动作了呢。哎，对对。好家伙，把井就没事，别站墙根那儿，就挂墙外边。我的天，有钱，行，有钱，您是知道的。我怎么又知道了？欠钱啊，就是糟，咱这就是糟，糟球啊，不是糟球，不是糟，拿钱花着玩儿。哦，有钱，那那叫造啊，对，造，嗯，挥霍，哼，那当然了，家里边净是有钱值钱的东西啊，买的出去。您徒弟我，哎，开车，开大汽车，是啊 ，Q7，回去看看我那辆丢了没有 ？Q7，知道什么叫 Q7 吗？不太清楚。QQ 第七代。呀，啊，你是这么大那个 ？Q7，那我甭回去看了。家里都是好车，都是 Q7，梅赛德斯 QQ。戴姆勒奔奔，哎呀，雷克萨斯奥拓，法拉夏利，给您道喜吧。嗯，家里这好车有的是。您这几个车搁一个抽屉里就能存开了，都是值钱的东西。是是是，您徒弟我出来拿手包，手包，哎，我也不懂啊，用人给买的那个，嗯，大品牌奢侈品，一个 L 一个 V， 那叫驴牌的。乐于驴啊，大驴牌的手。别说了，行，你说那路易威登，简称叫 LV， 对对，那可不是驴牌啊，驴乐于驴嘛，没听说过，哪有汉语拼音呢？那叫什么？一 L， 哎，对，你就说 LV 就行，对，叫 LV 的，哎，这挺贵，这是 LV 的。行了行了，穿鞋，嗯 ，GUCCI， 啊，有这个牌子。穿西装什么？阿尼玛，哎。西装阿尼玛，阿尼奶奶，怎么这么大岁数出口不逊啊？嗯，我还没抽你呢，我什么名牌都跟骂街有关系？不是不是，全名叫瞧着阿尼玛，谁瞧着谁一块打，是是瞧着阿玛尼啊。阿玛尼，嗯嗯嗯，阿尼，不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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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个，不是阿尼玛，不是不是，这个你母亲没跟你讲那个吗？我明天要在如家告诉他这个问题。流氓，嗯，六毛不行，得一块。他们说开房200多，有钱啊，有钱，那以后德云社公司就给你停了吧。也别去，我给你买那包去啊。站着房躺着地，嗯，这就是玩，是是是是。车开腻了不开车。哦，那怎么马，哦，那就不太多了。家里骑马玩，我那边上得了三环吗？在座的不知道有没有好骑马的，我们家马太多了啊，那叫什么汗血宝马，那都传说什么名品了，奥巴马，哎，不行不行，大黑马，哎，这不能说，这走了，这走了，不能说。大妈，他兄弟在深圳，你别说这个，哪天考死你了。骑大马，你净给我找事儿。嗯，大黑马，大白马啊，骑着马，大洋马都骑。大洋马有，骑马，哦，都有眼吧？您这马有，最近新买了一个，嗯，新买了一匹不错的，嗯，你知道花多少钱？那我怎么说？没买过呀，180万。你都傻了，180万，哎，100一张的，摞的比你都高，哎。我们也没80万啊，你要死了是怎么着？180万，你都换成5分的砸死你。换他干嘛？啊，180万，嗯，我买了一匹，哎，雪白雪白的，大白骡子。哎呀，这太丢人了，真的。你还来那大黑马去了，啊，大白骡子，不骑马买骡子了，180万，180万买骡子，骑着背高80，头着尾长，我给你让开了，七匹特大皮耳唐花吊肚，然后我不骑，那不能后头不能说了，哦，大
白骡子。嗯，好骡子，180万美的，不能带出去，那怎么太危险？值钱的东西啊，损坏了我心疼。啊，我现在就不能提。刚买的这个大白骡子，嗯，掉茶碗里给烫死了。这叫不像人话了，这叫我有钱是有钱，大金子，但是分早花。就不要再讲了，180，不要再说了，不要再说了，你快露馅了。180万买一大白骡子，这得做多少个代言啊？你要是我那样的，也就做一个；你要别人那个，你能做十个？他们都见着了，你知道吗？您说这可不像人话了，怎么不像人？180万买一大白骡子，调查完里边淹死了，这事儿是不可能的。这事儿才有人知道，谁会知道呢？他知道。嘿，科学家，我们又有了新的课题了。他是怎么回事呢？他这是个篱笆墙。哎，行了，快点，行了。哎，不了，我您好体格，行，别说了。哎呀，不是把那酒让出来，那个已经破案了，破案了啊！我们又来了新的课题了。180万现金，不少，买了一个纯白色的大骡子，这骡子掉在茶碗里边淹死了。您看这个事情，没睡醒呢，胡说八道的，胡说呀，不可能，没有的事，你信吗？我不信，你看我这。咱就说这事是胡说八道，不可能。胡沁，对对，胡沁，吃什么呢？你给我，您俩，哎呀，怎么样？给我啊，两位，给我什么？马褂？不是三月吗？什么三月？骡子掉茶碗里烫死这事儿你不知道？我说的，这激动啊，先生啊，怎么着？这骡子掉茶碗里的这事儿是他说的？没有，有啊，看你跟那风似的，都起了嘎掉了。有这个事情，怎么样？我亲眼得见。我没有亲眼得见。我亲眼得见。你什么都不干，就守在门口待着是吧？你是怎么回事？我是干嘛的？我们形影不离，我亲眼得见的。那您解释一下啊？是你之大，无奇不有。你再说这，我就抽你。不是，这玩意儿新鲜不新鲜？新鲜啊！哎，哥您新鲜，哥我不新鲜。这是人话吗？我亲眼得见。啊，那你解释一下。我亲眼得见。哎呀，你比得了吗？活活的累死我。我亲眼看见的。那您说说吧。大白骡子吗？大白骡子，呵，这骡子头上尾长有丈二，蹄子高有8尺。我都教过他们。这大骡子趴着都比你个儿高。没听说过啊？没听说过啊？反正是特别大，这老大了。他特别喜欢啊啊！180块，不是那个180万，180万，他舍得。嗯，越说他爱的东西，这是他爱的东西。他有这屁，你放了吧，要不？他有这屁。什么玩意儿？行，他喜欢这个，他喜欢这个，好喜啊！到那儿行了，就这价，不砍价。哎呀呀，180万，那算什么？给你200行吗？是200块，是200万，200万。哦，吓我一跳，给200能打出来？给人家200，嗯，人家那得乐得河水不洗船呢，这是好事儿，拿走，拿走。呵，他骑着，片条骑着，呵。啊，您这骑着羊就出来了，这骑着马呀，看这尺寸啊，骡子一样啊，就知道是知道是骑马哦，骑马要这劲儿啊，嗯，哪有说骑骡子美的，但骑马这劲儿实际上骑着骡子，呵，大白骡子高兴痛快吧，高兴高兴高兴，走马啊，坐好，完了。怎么哪儿？您这骑两圈骡子就完了？不花180万吗？对呀、啊，买大白骡子。对呀、啊，完了吗？这骡子掉茶碗里淹死了。掉茶碗里？对呀、啊，我知道了。嗯，我知道了。嗯，它不是烟，不是烫，连烟带烫，那茶水它热呀。对对对，连烟带烫啊，不掉茶碗里的，你琢磨那骡子受了吗？这骡子。这骡子是取团出来的，你看，你看这姿势啊，不是专业的。不是，他受不了啊，连烟带烫。骡子一想，看看我死了死了吗？他说话算话啊，他也怄气，死了。跟谁怄气呢？他连烟带烫。哦，连烟带烫。他不光烟，他还烫呢，啊、还烫呢，连烟带烫，呛着了，当时呛着，呛在哪儿了呢？呛鼻子眼儿了呗，呛哪儿了？这
水是在哪儿呢？水在茶碗里边啊。啊，你看那骡子刚才您比划那样儿，嗯，啊，对，你这是死了，死之前那样儿，嗯，他能下得去茶碗吗？茶碗大，哎，大茶碗子。对，不是茶碗这么大个吧？一般都这么大，盖碗。对，比盖碗大个，大盖碗，大盖，嗯，比大盖碗大个。又有脸盆了，脸盆，嗯。这个骡子蹄儿差不多了，就可以下去洗脚了。这这洗不了，这身子还没下去。你太低了，你又明白了。那比盆大呢？比盆大那就池子了。池子，嗯，池子对吗？对、啊，池子，澡堂的池子。对对，那豆哥吧，没问题了。那马虎就能下来吗？对，然后就能一趟、啊。我可爱看这个了，这个。不是，我这给你。你说的这个很有道理，对吧？白开罗森池子就可以把它连烟带烫弄死了。嗯，可那池子你能端着喝水吗？人家说的是茶碗，可没说池子。茶碗就是池子。你们家一人端一池子喝水？连洗脑袋喝茶啊？茶碗，茶碗有水吗？有水啊，有水。他这个。调查完烫，连烟带烫，然后喝喝喝喝喝喝，对不对？嗯，哦，还有一副，我一副，副副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您说说，您绕住了，哦，我绕住了，您这绕住了，哦，您逮着理了，我呀，给您呢掰开了揉碎，那您来吧。他是啊，他是怎么回事呢？他这个大白骡子，嗯，掉到茶碗里头，淹死，烫死。然后喝，哎，这个喝喝喝不着急，他是怎么回事？您先说喝喝喝前面的事情。喝喝喝是不喝喝喝吧？哎，喝喝喝喝，然后还有拼音啊，您乐一捋啊，说喝喝，哎，他是他得有，他得先有这起音，他的起音，起音很主要。您起吧，他起音呢？起音，起音，什么原因？他是怎么回事呢？嗯，您怎么了您？我又。我绕住了，是绕不是绕不是绕我是绕住了，你这见汗了，我可是。你可千万别绕，我没事，你够瞧的，我告诉你，我还行，我还行。你马上就要喝了，还行，我不要紧，嗯，他是怎么回事？不要紧，可不是不要脸啊，说说这个啊，他呀。不是，礼拜六，礼拜几？也不是，周末，这不一样吗？不是，这哪天？哪天？你给编一日子，给个话头，给个话头，别往那儿，我就想不起来了。礼拜一，哎，人家说了，礼拜一，礼拜一不是吗？对对对，就是礼拜一啊。是，我说礼拜二了吗？你也没说礼拜一呀、啊？不是，他是礼拜一的事儿，我能瞎编吗？我亲眼得见呢，我怎么了？是是是，别激动，我不是激动，关键的事儿在这儿呢。啊，礼拜一，礼拜一那天，哦，吃赏心饭，对吧？你等会儿吃赏心饭，你就听这类外国话，吃赏心饭，赏午饭，赏就吃午饭，吃午饭吧，吃午饭，嗯，吃午饭那天吃美了，哪天吃不美的？那天可他吃美了，是摊了什么东西了？那天吃美了。吃完了以后吧，他脚有点撑着慌。脚有点撑着慌，不是，这都吃到靴子里边了。他搅和着，他搅和有点撑着慌。吃什么烫饭呢？打算溜溜。啊、哦，打算溜溜就到这个罗马市。嚯，罗马市，我还知道罗马市啊，不是咱市里有罗马市，嗯，这郊区有一罗马市。哦，卖骡子卖马的市。对，你有事说事，别吓唬人啊。对。您行，您现在有点开窍，我有点就是不绕住了，有点开窍、嗯、啊！他是怎么回事呢？到那儿一讲价是180,000，180,000，180,000，他给是200,000，对吗？是吗？你是给200,000吗？没错，180,000。哦，二，他不承认了，给他二，给了200,000，180,000，180,000，对，就是180,000。哪孙子说的200,000来着？你说怎么着？他要打算给人家200,000，人家不要。那你给我吧。人家不要，人家说，哎，这就这价钱，180,000。咔，交易完了，打算回去，怎么回去？带一大白骡子，骑上吧。哎，这羊还没跑呢。不是，骑着嘛，他骑着回来了。骑着吧。骑着他膈应啊，他难受啊。怎么呢？他膈应啊，没有安全。
那叫硌得慌，那不叫膈应。他一硌，他一硌得慌，他就膈应。您这路话我们都不敢多想。膈应。嗯。怎么办呢？怎么呢？一琢磨，到茶馆。那儿卖安子啊，歇歇腿儿就不膈应了，喝点水缓过来，再什么再膈应，对，还得膈应啊，你还到家了，哪有茶馆，什刹海，我的个天哪，什刹海，嗯，一直呱的呱的呱的，见着警察就跑啊，哎，烟就喝啊，就到那儿了，甩凳临安，不等会儿，不说没安吗？不是有那么句话吗？甩凳临安吗？这没有安才膈应的吗？就是下着马的意思。哦，说秃噜了。哎，哎呀呀呀呀！上吊呢这儿，这马缰绳太长。拴好喽，哦，拴好喽，哎，拴好喽，进了茶馆了。嗯，人还这么少。是，人还这么少。都谁呀、啊？都喜欢。嗯，都喜欢，全是熟人。你看那天碰见谁了？那天碰见谁了你知道吗？我哪知道去啊，这人家可能认识于谦。废话，于谦我还不认识吗？于老师也去了、哦、说相声的。于老师带着玩意儿去了。带着什么呀？说出来你肯定喜欢。带着孩子去了。孩子算什么？话听着可够大的。蝈蝈孩子还不如蝈蝈呢。你看看于谦的人生观，带着蝈蝈去的，有葫芦，啊，蝈蝈葫芦，哎，在怀里揣着，嗯，在怀里揣着，它不叫唤，啊，温度不够的，不够，对，是怎么回事？不叫唤，倒腾倒腾吗？嗯，哎，拿出来，掖在裤裆里，哎呀，我跟你说，这蝈蝈要是一臭，都更不叫唤。不是，呵，叫声音好听啊，救命！到那儿去，到那儿去了。到那去看看，看看玩意儿。哪儿就看看玩意儿？看玩意儿，瞧歇歇海。哎，太好了！你听这个，滋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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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叫唤，滋儿滋儿滋儿，滋儿叫唤。我这东西好啊，嗯，真的好。呵，什么叫？大伙都纳闷儿，都纳闷儿，人都知道，就他不知道。哎，就他不知道，尤其他趁钱啊，他不知道。啊，这刚回来嘛，不会玩这。是是是，什么东西？哎，问问什么东西？哎，这模样你看。纳闷儿，嗯，脸跟骡子似的。你见过什么呀？嗯，先甭扫听这个。哎，问问你们，门口那大白马是谁的？骡子。他不认识。哦。他不认识他。哦。他没见过。你看看你全。他没见过，你瞧，白马是谁的？嗯，他跳出来了，藕的。藕的，藕的。他倒不是茄子呢，藕的，藕的。哎，你的？哦，晓得了，嗯。这么着吧，这么着吧，我花500万，把你这白马卖给我吧。听你说相声都多趁钱，这都。500万，这傻小子，不卖。这动作你看看啊，不卖，不卖了，不卖，给多少钱都不卖。嗯、我喜欢这个，心爱之物。我喜欢这个，不卖，不卖。擦那玩意儿，嗯，擦裤裆里，掏出一东西来，别拿错了。您说清楚。蝈蝈葫芦，说的是蝈蝈葫芦，不是蝈蝈葫芦。拿出来，咱们先过个分儿，嗯，先过个分儿。哎呀，是过个分儿，救命吧！过个分儿，熏得六桥的。不能马上开盖，为什么呢？一开盖。这蝈蝈受不了，就报警了。哎，扣分，扣分，先凉快凉快，先凉快凉快。听这个吗？来看，看见没让你蹦出来？看见没？呵，他眼尖，这么大蛐蛐、哎，这玩意儿行家不好找啊，真不好找。不找，这个多少钱？500万，我买了。哎、他也没做代言，哪儿那么些钱呢？你说说，于老师怎么样？啊、嗯，不卖！哎，他举这手，嗯，不卖。刚才看着那边，不卖，不卖，打起来了。嗯，怎么办？出来了事的人哦，还有朋友在这儿。当然有啊。哪一位？呵，您认识谁？高峰。啊，就刚才梦中婚那位。哎，对，头发挺少那位。是是是。呵，小蓝人啊，一说500万、500万、300万，给他急的直揪头发。哎呀，哎呀，这眼看见钱到不了手，让他买彩票去。急。急着急呀、啊！急了，急了，急了，急了！我出了主意，嗯，两下都合适。说说吧，
您一指于老师，嗯，打算要他这个大白骡子，嗯，什么骡子？马，要你马。哎呀，好，说错了，老得这么说。高了，高了，高了。您打算要他那个蝈蝈？那个蛐蛐，大蛐蛐。俩行就算碰一块了。500万，谁也不让，是不是？不这么着吧，甭拿钱说话，嗯，两下东西一换，怎么样？哎，这是一个办法。呵，一拍即合，俩人没问题。行，你琢磨琢磨，我琢磨。哎，这大白骡子就归你了。嗯，这蝈蝈呢，就归了他。换过来了，你换过来了，就是。呵，你老师牵着这个大骡子走了，回家了呗。他可高兴了啊！打电话，打电话，叫朋友，啊，都进来。都插管了吧，我这有新一行好玩意儿，都来吧，都来了，你这模样，你看一会儿的全来了，啊，辛苦辛苦辛苦，啊，哎呦呦，还这哪朝的你，都有啊，都有，都坐坐坐坐坐，各个年代来了，伙计，沏茶，啊，沏水，沏茶，沏茶，倒上，喝，哎呀哎呀，喝，多忙活着，你看看，行，别忙着喝，别忙着喝，先晾会儿，先晾会儿，看新一行，新一行，新一行，哎，有打他的裤裆里。哎，这咱这换个地儿过行吗？那地方暖和呀，那地方暖和，拉着窝也一样。哎，他勾不住，您倒亮亮，过过风啊，是啊，过过风啊。你说这蝈蝈受了受不了？嗯，啊，刚才在于老师那里闷着，这又在他那闷。哎，这蝈蝈受不了，快放了他吧。蝈蝈受不了啊，谁也受不了。这个他也不过风，啪啪拧这口，啪，等一出来，这蝈蝈怎么样？可见着点新鲜空气了，这蝈蝈一看点光亮，这蝈蝈这脸汗的，你看这蝈蝈，噌一晃晃，好像窜出来了，窜出来了，我以为得过去了呢，可得点新鲜空气了，嗯，你看怎么着？怎么着？慌不择路，不用慌，掉进茶碗里了，掉进茶碗里了，这蝈蝈受了吗？这才有这蝈蝈烫死了，不烫死了，蝈蝈不死了吗？对，死了，死完了吗？对对对，哎，淹死了。别烟袋烫蝈蝈，淹死了，烫死了。您这没底呀，啊，怎么会呢？这啊，不是，我没听明白。明白吗？我不明白。哎呀，你怎么回事啊？他这蝈蝈不是大白骡子换来的吗？对呀，啊，他淹死这蝈蝈，不就如同淹死这个大白骡子了吗？嚯，我说你圆谎吧，哎呀，受不了，受不了，你可过了瘾了，老过腻了，我这都塌了，都透了，透了，你说多热闹，也就是你呀，错配的，换别人都不正，完了，让人问住了，问，你也是，你这哪能瞎说呢？嗨，我这也是忙啊，我这一高兴，我口场啊，我口场，我这三个月没问题，别仨月，等会穿着啊。这马褂你就穿着，你死了他就是装我。高了，行吗？高了，高了，高了，行吗？高了，我太谢谢你了，行吗？高了，高了，穿着，穿你的，丢你废物，走，什么意思？这是杨子，行，孩子，你得报应了，你这。那我再聊会儿。对，我也没事吧。二十周年。你觉得我特别能进吗？抓紧时间。哎，再聊会儿。明白了吗？听懂了，是吧？弄完了都，蝈蝈烫死了，就好比我那骡子掉茶碗里烫死了一样。谁烫死我都不管，我说是实在的话，我真替这蝈蝈惋惜啊！好容易见点新鲜空气，还烫死了，也没裤兜子没呼死的，嗯，也没有像他说那样，我们搁裤兜子里啊，哪把蝈蝈搁裤兜子？就是我好这个，喜欢吗？我喜欢草虫啊，好玩这个，喜欢这个。您不也爱这个？是是是，什么铃子，老师叫竹铃啊？对，我也不懂啊，我也不懂，我就喜欢这个，装小盒里。哎，油葫芦喜欢，油葫芦喜欢，哎，蝈蝈嗯都爱，看完了就蛐蛐，哎呀呵，就爱蛐蛐，蛐蛐好玩，能逗，不赌博。哦，不赌博啊，我就养听叫，和你看看，这听叫美，嗯，冬天这是一种享受，不错，老北京讲究这个，这季节快了，那当然了，嗯，一般说白这叫秋虫吧，是吧？是是是是是秋虫，是秋虫，秋虫，哎，但是要养过了冬讲究，那是，冬天街上就没有了，都是屋里边的，啊，屋里边养的，是，我那天跟家待着嘛，躺我那屋躺着，哎，我跟这歇着，哎，猛然间我就听见。啊！窗外边
有蛐蛐叫吗？有蛐蛐叫，嘟嘟嘟。我这个季节可不容易了。我听呵，这冬天居然有蛐蛐叫吗？哦，不是在屋里的吧？找找找，没有，不是在屋里，就是在外边呢。嗯，推门出来，上院里，听，嘟嘟嘟，你听，坏了，不在院里，在哪儿呢？不在我们家院里。嚯，这在哪儿呢？我们家院大，你是知道的是吧？是是是，不在我们家院。嗯，我听着在美国呢。我把马带回去了。哎，我听着在美国呢。哦，赶紧，嗯，赶紧，哎，飞机，对，打打打一个，走。嗯，真危险啊，真危险。打一个，走。嗯，去去吧，上那儿逮蛐蛐去。嗯，去你的吧。哎。来到美国，哎，我一听，哎，到了，三站地，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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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纽腰呢？哎呀，正在纽腰，纽约，纽约，纽约，哎，到纽约找，嗯，嘟嘟嘟，蛐蛐就在这儿了，就终于发现了，哎，对，嗯，有一大楼啊，大楼，拿铁线挖，就这楼，这是那拿飞机撞那楼吗？我不知道，不知道，小楼，小楼，啊，小挖挖。挖来挖去挖这深呢，哎呀，挖了得有好几百米啊！嗯，我就进去找去了。嗯，到里边坏了，挖着蛐蛐窝了，看见了。这蛐蛐这大呀，多大个儿呢？大到什么程度啊？您说说。就这蛐蛐这脑袋啊，跟咱这整个这剧场一样大。嚯！蛐蛐这身子啊，嗯，十四列火车。哎，我的天哪！就这俩须子啊，哎哎哎呀，跟两根电线杆子一样。我的天哪！这眼珠子不要再说，你不要再说了。好，可以了。可以了，孩子，差不多了，差不多了，我给他烫着龙套，回了，上军台呀，这提骡子一样啊，我上军阶，我这大蛐蛐，你等会儿吧，这叫胡沁呢，怎么可能？这不可，这事儿谁能看得见？这事儿得有人知道，谁会知道啊？他知道啊，他知道。问起来，何云伟，咱问点事儿吧。您说什么，郭老师？在北京听见蛐蛐叫，哦，追来追去，追到美国了，胡说八道了。这脑袋跟着剧场一边大，没听说过。身子是十四列火车，满载失火。哎呦，这个须子跟电线杆子似的，没那么大能事儿啊。哎，这事儿是他说的，他说的我也不知道。怎么呢？马褂给你们吧，就这个呀。